出发前先在 S 吃个早餐。开始要到山区，先上个厕所。经过漫长的路程，三小时终于到达了怡保。这次前来怡保就是为了这间庙。呢间喺半山嘅寺庙叫凌霄殿，一开始要上去庙上需要爬100层楼梯。主殿坐着的是关帝济公和观音。呢度中间摆放嘅就系九王爷，庙主都喺为九王爷嘅到嚟做准备。当时候在那个蓝色圈的地方看到这里有间太庙，就转过来看。这间太庙的佛像算是在怡保最大尊的。怡保很多佛寺都是靠山，既有靠山的意义。来怡保哪里可以没吃河粉和芽菜鸡？
吃饱后就逛这里的特产店。据说这蛋糕也是在怡宝一定要吃的。哪里知道才下午一点就空空了。
天气热还附送一罐冰块。在店前面看到一个卖鸡饭的，到处都是酒王爷筹备中，